哦，平时他们锻炼，跟我不一样的。他们锻炼就是跳广场舞，社区里边会组织他们一些活动，就是什么敲锣鼓、敲腰鼓啊，或者是跳广场舞，这种的话呢，好是也是很好的，但它不属于定向训练。我这个呢，是属于定向训练，对吧？就是说可以塑形。不管你怎么去跳广场舞，它达不到我现在这个状况。我是这样想的啊，因为到了健身房以后才知道，健身房会对于你的每一块肌肉、你的骨骼等等都会有很好的一个调理或者说一个保养的作用。那就一直要健身健下去，只要活着就得健身，因为